来先拿最右边。我从一楼到左好。对。我吸到他的气。各位观众，我是宇。各位，你们看到这么多可乐，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把它咬一咬，拿去喷左翼。没有啦，今天的话是要来盲测可乐。之前的话，我有上网查过，就是不同地区的可乐到底有没有差。后来我查到结果是，其实没有差，他们用的原物料是一样的。真的吗？只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可乐可能会有温差的问题，然后还有运送的过程，所以喝起来可能会有些比较有气，比较美气。可是他们说我们都是用一样的配方。可口可乐说他们有超级秘密配方，好好奇哦。要多资深才可以知道这件事情？化学物 X。可是说明资料会很可怕，说明是用不好的东西之类的。不会啦，不会，可口可乐最棒了。我平常就是最常喝的就是可乐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是要来盲测五种可乐，黑松嘛，一般的，这是什么 ？Doctor Pepper， 这是不是那个、啊、在动漫最常出现的那一个？你如果有玩 GT 的话，应该会对这个比较熟悉。然后七喜跟百事可乐，七喜算可乐？算吧，算吧，算汽水。你查都来了。我们中间中出了一个叛徒，然后百事可乐，对，好了，那接下来的话我就直接喝，然后看一下，我觉得我舌头算蛮灵的。我跟你讲，黑松沙士不用，算我都开好了。黑松沙士好喝，一般可乐。Doctor Pepper， 这个我上次其实有喝过，不然就喝掉了。对啊，还干。那味道真的超怪的，很像咳嗽糖浆。七喜，比较甜。最后是白树可乐，比较黏，就是它会那种很刺激。然后白树可乐的话是那种一点点、一点点、慢慢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呗。我天哪，你有两个，真的很跳啊！绑起来，你帮我绑一下，自己不好绑。不是啊，你拿起来，拿起来绑就好了。你可以遮住你整张脸。好，那我先拿杯子。好。你好了没？还没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你要换位置了。好，尿尿，小心不要溢出来哦。一定会有人拿这个来做音乐。大家不是都说我在蹭宅吗？或者蹭什么作品之类的？那我今天拍可乐的影片，其实我也算蹭可乐，对不对？蹭了五个品牌的可乐。我蹭了五个品牌可乐，没有没有五个品牌，它其实有几个是一样的。我不懂哎，拍什么应该？如果按照他们逻辑来讲，应该都算蹭吧。就算你拍黑透可也算蹭啊。我讲我的事情，我蹭 PTT， 我拍 D 卡也是蹭 D 卡。对啊，你什么都蹭哎、欸。对，我拍外面餐厅，我蹭餐厅。你呼吸，你蹭空气。我蹭空气。我要拿下眼罩了吗？好，那让我把可乐收起来，没关系，你就拿你前面那杯好了。来，先拿这边。我从一楼到左。对。我吸到他的气。黑松沙士。黑松沙士吗？嗯。第二杯吗？第二杯。哦，七喜。七喜。好。对对对对对，第三杯。一般可乐，我先把它归类为一般的可乐。什么叫一般的可乐？就是最一般的可口可乐。哦，可口可乐是吗？好。因为我怕我把它跟百事搞混。看你把两杯很像放在一起。这是可口可乐，这是百事可乐。好，那最后一杯 Paper， 不一定啊，你喝喝看啊。Paper， 好了，喝，来吧。错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原本想的是对的。对。哎、欸，有点爆。你还说百事比较绵密？没有，因为它气有点漏掉啊。啊，是吗？有吗？没有吧，你的借口而已。现在我感觉百事比较刺，差不多哎、欸。可是可乐刚才买的，百事放一阵子了。好像哦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跟着我一开始的想法走。考试都这样，你后续改答案都错了，奇怪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可口可乐的确是感觉比较气比较多，还是放酒的关系啊？可口可乐放最我说放酒的关系，所以它比较气没有那么
你还说它比较刺？对啊，就是它的气，应该说比较刺跟气比较多是两回事，就是它可能有气少少的，可是它还是很刺这样。然后它是逐渐没气了，不知道哎，我竟然猜错了。那我们进入惩罚环节。而且它152大卡哎，它139，可是它比较不甜。那其他的呢？其他超明显的。所以我觉得 Dr. Pepper 超难喝。你这样会让 Dr. Pepper 的粉丝生气哦。可是我真的觉得不好喝。150大卡，155，138，黑松茶是最低耶，所以大家每次喝黑松茶吃。有没有比较甜？也还好，好难喝出来哦。那你闭眼睛，给我喝。对，我不要跟你嘴碰嘴。没有，我说这个，你先拿这个。你喝过了？我没有啊。有啊。我有吗？有啊。不然你刚……啊，我有哎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才拍12分钟，你已经忘记12分钟前的事情了。我就说我记忆力很差哈，感觉出来了。不要再说我是假宅。是啊。好像有点喝出差异了。怎么样？因为现在两个都没什么气了，因为剩一点点，我就放一下子。感觉放到没气的话，它会比较像咳嗽糖浆，它没有那么像。就以前那一种会送的，它会比较更接近，然后它没有那么接近，所以我刚刚应该故意先放着这样啊，很可惜耶，就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，哎呀，而且我原本还差点中，然后排名呢？你说好喝程度吗？对，就是我会先给黑松沙士，我觉得黑松沙士蛮好喝的，第一名嘛，然后再来是可口可乐，你换一下位置好了，这样可口可乐，百事可乐。七喜跟那个 Dr. Pepper， 因为他们两个比较甜，我不太喜欢喝太甜的东西。上次拍那个珍珠奶茶，弟妹还说你现在点全糖真有勇气。再睡五分钟的全糖真的蛮甜的。他应该知道他们家的品牌全糖很夸张。对，很夸张，真的很夸张。所以他是直接私下跟你讲？没有，他在下面留言，他在下面留言，后来把他置顶。然后大家应该有发现，我最近会把酸民置顶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可是你把你学弟放到置顶，那是学弟吗？对，他后来说他自己也是三重的，然后后来他自己删掉他骂我的那一个留言，然后后来他又再留了一次，就是没想到被发现这样，然后我就把他再置顶第二次，然后说你逃不掉的，除非他自己删掉。干，好啦，很可惜，就差一点。我觉得我鸡排分辨的还比较好。可是因为鸡排可以嚼，你知道吗？嚼久了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味道。可是你这个只有喝一下，对，确实味道可能。对不起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听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的订阅喜欢。那各位可以去点下方的资讯，然后去看其他的实测影片呢。记得去这首歌 V H Y U， 按照我粉丝还有 V 最后是更别的情感的巴士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